怎么样？好冷啊。你们把他带吧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老板过来把它全部卖了，一个都求不了了。刚才我在门口那里笑，听到里面呸了一锅笼的响，我以为你跟他们打起来了。妈的，你怎么睡在那里啊？算了算了，兄弟，现在风箱也蛮紧了，赶紧联系老板把他们全部卖了。联系老板，要不跑了我们就亏大了。算了算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，打坏了不值钱了。一个两个，给我老实一点。喂，李老板啊，哎，我们小巷现在有三个货车，个个都是蛮漂亮的，前途后劲，肯定能上涨。三个给个180万。我们现在把它绑在那个老房子，现在也太早了，晚一点点8点钟我们送过去给你。好，你准备有现金？不要微信，不要微信，微信都有转账记录了。好的好的，晚一点见，不见不散，合作愉快。李老板 OK， 好，拜拜。累死我了，联系好了，这个那么低，要不要搞高一点？要不要让他跑了？应该跑不了，我不跑。拉近点，搞高一点。妈的，突然过来一点，过来。老板，害死我老孙，搞得我这个长得这么漂亮，要不不卖了？你给我做老婆。我人男，女人大，累死了。要不现在还早，还2点多，要到晚上8点钟。睡一觉，要不我睡一觉去，应该跑不了。这个单子不稳，不赔。我睡这里。我抱着这个，不要这个跑。就别打，我弄死你！吵什么吵？打好就再见。
敢投保，找死了啦！我跟你说，老老实实把我放开，要不然的话，老子把你干死了！啊！干嘛？啊！叫你妈！救命啊！没电了。